你在读大几啊？我现在读大二。那你比我还小哎。你多大呀？我不说我多大，就说我已经毕业了。你毕业了？你毕业应该不小了吧？女孩子永远18岁呀。听着年纪，听着年纪，那个沙哑的嗓音应该有30岁了。没有。我可以，我可以。你要是喜欢萝莉音，我也可以装一下。你为什么嗓子这么哑啊？是不是平时抽烟呢你？没有没有，真不抽烟啊。不抽烟啊？那你天生的话就这样是吧？就是小时候生过病嘛，然后就是嗓子就会这个样子，有时候着凉就会。哦，生过病，生过什么病？嗯，叫什么？反正我也不记得了。生过啥病？啥病啊？就是喉咙的病。哦、然后我的嗓子受凉，我就会哑成这个样子。哦，挺好的。是我卡住了吗？卡住了吗？没有吧，还没进去呢。嗯，一二三四，怎么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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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知道吗，老板？你是我撸啊撸街的第一单。我是你第一单呢？就是在比西下撸啊撸的第一单。那你一般打什么游戏啊？我一般其实打这个游戏，只是我来比西刚刚来的，才来一个星期，不到一个星期吧。那你粉丝应该很少吧？哦。很少啊。你有多少粉丝啊？几十个吧。几十个粉丝啊？对。那你来，那你为什么要当陪玩呢？啊？因为我刚毕业啊，家里生活费不多，所以说陪玩能不能减轻一下家里负担呢？啊，你刚毕业是吧？你大学读的啥呀？我大学学的电子商务。学电子商务。可以啊，来，这谁顶得住？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老板，你给的生活费一个月给的多吗？你有点健忘啊，小姐，我都说一个月生活费只有1000块钱。那你还点我呀，我有点感动。哎，这有啥好感动的呀，专门为了攒钱为了点你呀，小姐姐。天哪，老板，我第一次接待有什么不好的，你一定要指出来啊。你之前是接 你之前是接什么单呢？之前有刚刚来嘛，我也没接过什么单子呀。哦，你刚从电子厂出来是吧？对，我刚刚从那边打工工厂里面出来。这么惨？那你后来那你后来怎么没干了？因为太枯燥了吧。枯燥？就不想干。你干陪玩不枯燥啊？啊，陪玩至少我挺喜欢打游戏的，就感觉还好。你是为了打游戏还是为了挣钱呢？你，我是为了挣钱和打游戏两个都不耽误。哦。哦，哇，对不起。那陪玩不是那么好干的呀，陪玩的话得需要特长，你有啥特长呀？我特长，我嗓子哑算特长吗？你还要去电子厂吗，小姐？我现在不去啊。你怎么不去啊？我没有真的去电子厂，老板。你没啥特长，你做啥呀？现在可不就是在锻炼我的特长吗？你的特长是锻炼出来的呀，拿老板当小白鼠是不是？怎么会？别这样，哥。游戏打女孩子，游戏打的强不能算作特长啊。像我们这种游戏打的厉害的，就是喜欢找一些
不需要游戏打得特别厉害的小姐姐，懂不懂？你除了好的哥，你有什么特长啊？我想跟你说一句话，哥，你都这么说了，我想跟你说，我负责躺好了。你躺好了，你接单不能这样啊！你躺好了怎么能行呢，小姐？嗯，咱要干一行，有一个特长吧。咱要干一行爱一行，你不能说干一行混一行，你这么混的话是可以的，有单就接，对吧？平时就瞎扯淡。我有在努力学习当中。学什么呀？学习。学习啥呀？学习接单呢，我有不好的，你一定要指出来呢。有不好的得指出来。我在学习好怎么当一个陪玩呢？有点过别人的单。哦，那挺好的。哎，嗯。哎呀，我不能抢他的。男枪去下了，男枪去下了。我眼呢？我插个眼去。还不走呢？这个卢锡安他还是不走。你这一波不死啊，我头都给你。哇！哎呀，没死。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居然没有死。呜！居然还反杀了，我好。谢谢哥，谢谢哥。居然还没有反杀啊！居然还反杀了，这么讲吗？感谢。没有，没有眼哈。没眼，可以。哎。嗯。那这两个人怎么没把你们杀了呀？可能因为我长得萌吧。哎呀，哎，老板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有一个特长，就是长得还比较萌。长得比较猛是吧？萌和猛差有点多啊。你这个卡特被两级单杀了，心里没点数你。嗯，我靠，你长得比较萌是吧？我刚才看了你的照片啊。啊，怎么样？还行，还可以的，还行吧，还行。嗯，谢谢你，老板。嗯，老板，你比较喜欢萌一点的还是玉一点的呢？我喜欢。哦，拜拜。给你发了信号你不听，不给你发信号你死了，我靠，这个游戏太难了。我来，别说我们下路吗？那不然呢？我来蹲一波卡特，我来了。你等我。他要越你塔，我来了，他要越你塔。我感觉到了，啊！没事，我来了。这么细，我操，这么细啊！小姐你好细啊，好细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好有细节啊。啊，真的吗？哦，那我的技术还可以吗？你的技术还可以啊。谢谢你老板，那你可以有机会可以多点一下我的单，不过你是学生。我大学生哪来钱呢？我的钱我一个月生活费就1000，我多点你单我钱不吃饭了。那你以后可以找我玩，送你一单。送我一单，送我一单。啊，不用不用，小姐，你是个陪玩，我是老板，这个我白嫖哪能白嫖你呢？好吧。不过就是下一单我的不过我就是我的钱不是特别多啊，点不了你几单。嗯，也不会介意吧？你下一单我都很开心了啦。我下一单你就开心。其实我关注你挺久了，小姐，好吧？啊，我一直在默默关注你的比心动态。像我这个钱呢，都是攒了好几个月，专门跟你打，想跟你打游戏的，好吧？真的吗？你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真的真的，
不会死吧？这一波死了，我就直接脑溢血，还没死，我溜了。啊，我已经没了两次了，我还没有。比心那么多小姐姐，我觉得都没有你好，是吧？我也从来没有点过其他的小姐姐，你是我第一个点的，也是第一个拿我的生活费给你点的。你也是我的第一个老板呀。我是你第一个老板。对呀、啊。啊，他怎么把把蹲呢、啊？哇，我不改不改了，哥我错了，哥哥啊，哥我错了。喊哥不用用啊，得喊爸爸才行，喊哥他不会放你一马。我喊爸爸他也听不到我说呀。他可以听到，小姐。你，我感觉你在套路我。我套路你，我套路你干嘛？有什么意义？他套路我。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嚣张？这个人为什么可以这么嚣张？为什么可以这么嚣张？为什么可以这么嚣张？老板 nice， 还行吗？小燕真好、哎、老板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可以吗？啥问题？啥问题啊？就是想问问你，如果把你和我关在同一个房间里要一个月的时间，你会选择带我出带我进去，还是带电脑进去嘞？我靠，这肾啥时候来的？这肾，你说啥来着？我说把我们俩关一个房间里，你会选择把我带进去，还是把电脑带进去？那我能问一下这个电脑是啥配置的吗？配置、啊、我也不太懂配置。最好的配置，你家里什么电脑什么配置，我就是什么配置。那对不起小姐，那我肯定选电脑，小姐我肯定选电脑。嗯，好，我懂。小姐你可能误会了，有了电脑我就可以天天跟你一起打游戏了呀，对吧？有了电脑我是不是可以天天带跟你打游戏了？哇，好像哇，我好，我做错了什么吗？嗯，别搞啊小姐，别送啊，怎么送我谁顶得住啊？他们三个人在下路，你刚看到了吗？为什么这个卡特可以这么嚣张？为什么一个二杠四的可以当着我三杠一的面这么砍我？我得忍不下去了。来，我来了。那我也问你，小姐，如果把我跟你关在一个屋子里面，你是选择就把我关在一个房间里，你是选择我还是选择电脑？一个房间里面一个月。你凭什么把我锁在房间里面啊？我不要。小姐，你真可以啊，真现实啊，小姐，我至少还选电脑了，你选都不选的你，我之前点的小姐都是人美声甜呢，还温柔。之前点，你这小姐姐没有格局啊，我要举报你了。之前点，你不是说第一次点陪玩了吗？哦，不是，小姐，我说错了，你说错了，小姐。我兄弟们说漏嘴了，我感觉我被我直接脑溢血了。没有没有，小姐，开玩笑的。我觉得我很伤心啊。啊，这个剑士还不走，那我没办法了，我有 CD。这男枪一直来你下路，你不好好反省一下，他为什么来下不来我中攻？那还不是因为你下路好抓，他才能来你下。对不对？刚刚剑圣来的时候我都把他们两个定住了。他为什么不来我中呢？你不好好反省一下。嗯，哎呦，你看我现在只能跑了，我不敢再送了，我怕等一下我又送了一个。哎呀，我他妈的个巴神，怎么今天不打？我今天不给你借借网瘾，我就名字倒过来写。这个人简直就是欺人太甚了，这个人。
我看一下。别急，小姐，这把我要给对面给他安排一下。行。行不行？嗯。好的。接下来，请不要眨眼，小姐。接下来，请千万不要眨眼，因为接下来是很恐怖的。我正在看你呢。嗯。接下来这卡子去哪我就去哪啊。骚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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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么膨胀啊，来来来。我们家。还转呢还转呢，搁这还转呢，你是头不晕呢这人。这么转。我先回家一下，一次记好了。稍微记一下。好的。帮我记一下，帮我记一下这个卡的。第一次。第一次啊。行，还有十秒钟就是他的第二次。嗯。这把我都不带推塔的，我都不带刷兵的，接下来。直接。那我要来照顾你一下吗？你照顾我干啥？这男枪又去你下了，这么惨。对，卡特目测应该在这个位置，他应该去下了。当然我也来了，看到你来了。这个，哎，还干啥呀？犯病了还、干什么？这个人死一下还要叫一下，死一下不就没人，人不就没了吗？还叫。啊，人死了不就人死了不就没那个就更嗝屁了吗？又很紧张。嗯，我每次看到他们来呀、还有怎样，我都很紧张。不要着急啊！哎呦，呦，两探草丛啊，过分了。我差点 F6 哟、我来了。 很嚣张。等一下等一下，我溜了我溜了我溜了，我得回家了。小姐，我你赶紧溜我赶紧溜我，不溜人没了呀。哎我溜了，拜拜拜，我溜了我溜了。你看这卡特他一套一套的四杠七，哦别人不知道还以为他是十四杠七呢。这个人，等一下我买个青羽，再买一个长剑。我的闪现没了。你能不能视野做一下？我感觉我们现在地图一片黑，我现在很害怕呀。行，我去买针眼。放几个眼。好。你的游戏技术有待加强啊，感觉你游戏技术玩的不是特别好，一般般的。对不起。你对不起，干嘛呀？对，哎，我买针眼吧，买两个，因为我玩这个也不是太那个，太久是吧？没事，小姐姐，今天你遇到我，你运气非常好，我想帮帮你。你想帮我？对，请把你的闪光点一定要告诉我，小姐姐。我的闪光点，其实我是战地记者。战地记者，主要是在哪一块呢？主要在峡谷，主要在召唤师峡谷报道。我要给你曝光一下，在召唤师峡谷。为了你，我得点亮你的峡谷。你得把你的闪光点告诉我，得曝光你的。哎呀，是不是？我得帮你点亮这一片峡谷。唠唠嗑呀，来唠嗑了，来唠嗑啊，嗑不唠了，别急，等我回家补给一下。哎，操，这也行吗？这怎么死的？这你对不起干嘛？哎，这一波怎么，这飞镖怎么能跑到我这附近呢？我靠！
我没状态呀，我没血了呀，兄弟，我没血了，有血还不帮你吗？有头我还不拿，我还想买什么青玉啊？青玉买一个，那这一把还真不太好赢，这把我还是我们还是逆风，我跟你讲。没关系，我相信你，老板。你相信我干啥呀？你我点个单，你还要我 C 你啊，小姨，太过分了吧？不是因为你 C 我吗？你还相信我？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？啊！无处可藏。既然我可能带不动你了吧？我之前点过一个小姐姐，游戏技术很厉害，我跟她学过一段时间。哦，然后呢？要不等一下一会儿你跟他打吧，宗师段位还是御姐硬。真的假的？长得好看吗？长得应该，你等一下跟他打一下，我也不知道，哎，我没有看过他。那你不跟我打了？我打完这一把正好有点事呢，我只是点过他的单子。那太好了，可以，这就走了。我咋有点舍不得？我有点事，老板。我咋有点舍不得呢？啊！我给你点一下他。你有啥事啊？因为我不想坑你，我有点菜，我再练一下吧。我们三个一起吧，小姐。真的吗？你这么一说，突然有点舍不得你了，小姐。我今天。这个第一单其实服务的有点不太好。你要咋服务？我觉得你挺好的，小姐。你怎么突然？我也没说你啥。突然。我有一点点。你为什么要离我而去了，小姐？嗯。因为我不太想坑你。你不太想坑我？我也没说你坑我。嗯。因为我没想到我接第一单我就打排位。你这么搞有点伤感啊，还没开始就要离别了吗，小姐？但是我会永远记住你的，我其实技术有点有技术真的有点问题。你要永远记住我，你是不是要死了？不知道你是不是要干嘛了？呸，不要讲这种话。对这里有用吗？有用吗？有用吗？晃小脑晃的难不难受？小脑nice 这种走位一般只有职业联赛才可以看得出这个走位，这种走位是我不会拥有的走位。1000块钱值得交个双招啊。我这一波把男枪1000块钱杀了呀，接下来就看你们了了。小龙搞一条了，来来来，小龙搞一条。嗯，你要在这里都有人，可以打，怕啥呀？要上吗？他们剑圣，他们男枪都人都没了呀，他们男枪，这都人没大吗？这卡他一套一套的啊，完了，我靠！啊，我要没了。我没大，没办法，没大，大没有，我这波上不了，没办法。哇，你玩的也很好，你玩的好棒啊！那很哟，你能杀掉我不成？我靠，你是真皮啊你！哟，还来啊？哟，你还能追到我不成？你有两个闪呀？我操，这个上单没有闪现，这上单，哇，差点人没了。黑切买一个，你得啊，真的要把你朋友介绍给我。嗯。真的假的？因为我做的不是很好，我帮你点一个单吧。你送我一单。朋友吧，也不是朋友，就是之前点过的陪玩。送我一单，好看吗？不好看不要啊。因为技术我有，我有技术啊。你等一下看一下他，我不知道好不好看。
完了，我刚刚跟你说我。哎，不是吧？你们这个就过分了呀！我在下路带个兵线，你们就死了四个呀！我不知道好不好看哎，是我可以，等一下你去看一看。哎呦，我怎么也？我操，太吓人了吧！这哪敢去啊？我靠，他妈差点人没了，好多空啊！你们把大龙浪没了。你们把大龙浪没了，不是吧？我等一下，我出个眼。哎呀，我不知道那个眼石，因为我很久没玩了，然后那个眼石我也不知道打满。哇，我差点人没了，差点死了。没事没事，这把我来 C。帅气的，还是帅气。这把我来 C， 没事，问题不大，我出个水银血，就会好打。哎操，等我。你信不信这把我可以带你赢？没事，我相信你了吧？哎呀，你妈了个巴！你让我回家行不行？日女，我最讨厌日女辅助了。就很强势感觉哦。别行，我只能差个100块钱买个水银血。这把带你赢，能不能我们三个一起玩？啊！我不想坑你，老板。不想坑我？就我玩的这个技术，我感觉我得再去练一练。要么你回电子厂上个上班。哎呀，石头人，你是真下饭呢，石头人，你这么下饭。其实。这为什么对面一个个跟战神一样，我们这边一个个跟天线宝宝一样。哎哎哎，老板，我你要是想带我一起玩我们就一起玩了，但是我玩的不好，感觉你也不是特别喜欢我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这把游戏赢了。好，守住守住，守住就还有机会，守不住就裂开。你这个卢仙，你是射，你往哪射呢？你这个射个大，你往天上射你。来了，全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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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来了。没了。我。哇哇，太难了。哇，我好感觉尽力了，尽力了。行吧，你把你闺蜜介绍给我。我好受，我好，我吐了。我给你点个单。你给我点个闺蜜吧，我好，我受不了了，小姐，我直接脑溢血。我去联系一下，不是我闺蜜，是一个陪玩的。好，你给我介绍个陪玩吧，小姐，你找个班上一下吧。我去电子厂打工去了。你找个电子厂上个班吗？不好。我去找个电子厂上班去。这谁也顶得住啊？这把游戏打的，你们把大龙浪没了啊？这不行。嗯。那你下把带我一起还是不带我了呀？下把带你还是不带你啊？这个，这你看，你先把你那朋友喊过来，我看看呗。等一下。兄弟们，下把带他还是不带他呀？啊，带还是不带呀？好，我再给他下单了。这小姐也挺不简单的。给你发张照片吧，老板。你给我发张照片啊！要不要看看我，对我感觉我不好意思补偿你一下，让你看一看我。啊，那行吧，那小姐，我觉得我还是带你吧，带你，我们三个一起吧，好吧？因为两个王者带你一个坑应该是可以，应该可以赢的。我去电子厂了。电子厂啊，电子厂也可能也不收你啊，小姐。电子厂
那你来吧。那朋友什么时候来啊？那朋友，等一下我来点一下单，我先把。你从游戏里面就点，到现在还没点完呢。啊，嗯。这小姐姐有一说一，情商还可以啊。找一下照片呢。大家去给她点波关注，好吧，支持一下，行不行？虽然才七兄弟们才给他涨了700个粉丝啊，兄弟们，这个小姐这么没有牌面吗？好，这么你也加我一下呀，老板，这么没有牌面啊，加你一下，我加你啥呀？好，行，加我一下那个好友，行，我加你，好，我加你了，加你了，兄弟们这么没有牌面啊，才涨700个，靠！前几个小姐都涨5-6千，你这个小姐涨700个，太现实了。我嫂子有点太雅了，太现实了啊，这么现实不太好，对吧？给你不好的游戏体验了，老板。你给我发这么多张照片，你是不是长得很好看呢？给我发这么多张，我好，你给我发这么多张照片，难道是因为你长得太好看了？瞅一眼，长得挺好看的呀，挺清纯的呀。挺清纯的呀，长得，对吧？挺好看的呀。哎，你有收到吗？我说你长得挺清纯的呀，挺好看的呀。啊。哦。嗯。我看看啊。挺接地气的呀，感觉挺接地气的。好，谢谢你啊，老板。我朋友要来了，我把他拉进来吧。拉进来吧，拉进来，挺接地气的。好，